宋茜近期又多了一个身份，将担任下一站传奇导师。现身活动当天，宋茜身穿薰衣草紫色羽毛裙，搭配同色系毛绒高跟鞋，潜力十足，身形而是俏皮点睛。但是和周冬雨一比，宋茜的薰衣草紫怕是要输。同样参加节目录制，周冬雨也选择了一件紫色 T 恤，不过她心机的搭配了一顶黑色贝雷帽，个性态度立马穿出来。脚上的粉色高跟鞋更是与紫色 T 恤形成姹紫嫣红的活泼既视感，骚气姹紫嫣红配色法。除了周冬雨尝试过，蔡依林也用过。蔡依林拍摄 Bulgari 宝格丽写真，用骚气紫色上衣搭配粉色丝绒阔腿裤，这波混搭艳丽抢镜也个性十足。而金晨之前的巴黎街拍也用姹紫嫣红配色法，紫色毛衣加印花长裙，粉色运动鞋混搭，穿出了甜美清新。姹紫嫣红配色法不仅仅是明星们喜爱，走在时装周的街头，潮人们就用一波波姹紫嫣红配色法抢占了街拍头条。不过姹紫嫣红配色法对肤色的要求较高哈，虽然不好驾驭，但也有规律可循，瑞奖帮你来混搭。一、局部点缀红配子比较挑人，安全起见，你可以从小面积的局部入手，在领口或袖口或贴包等小面积的区域加入红配子的配色，为基本款的搭配激发姹紫嫣红的生命力。面积再大一点，从内搭的连衣裙或者衬衫入手，与露出的袜子或衣服上的拼接色块形成姹紫嫣红的色彩呼应。二、大面积交织，如果你不满足于零星的点缀感，可以再扩大姹紫嫣红的面积，利用上下装的色块区分，使红色和紫色大面积交织，来形成超强存在感和视觉冲击力的姹紫嫣红。针织高衬衫搭配过膝裙的穿法优雅加分，阔腿裤也能与西装或运动上衣呈现强大的时髦气场，中性的廓形夹克与长裙混搭，呈现出反差感的时髦效果。飘逸的长裙可以与衬衫叠穿，也可以做风衣的内搭，红色与紫色的大面积融合，让造型吸睛力满分。三、抢占主色调，如果单纯喜欢红色或者紫色，可以用这个颜色作为主色调大面积出现，而另一个颜色则在局部点睛就刚刚好。当紫色做主色调的时候，你可以选择紫色西装套装，用红色针织衫或衬衫做内搭，也可以选择面积小一点的紫色西裤或紫色半身裙，搭配红色的鞋子局部点睛，完成你的姹紫嫣红造型。同理，当红色做主色调的时候，红色或者粉红色的夹克套装或者相款大衣外套是绝对的主角，用紫色的包包或者内搭来小面积点睛，让姹紫嫣红造型呈现另一种风情。